每一天，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五月初三，诗篇119篇，93到94节，安尼讲：我永远无袂记得你的教示，因为你应灾予我活，我是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为我找你的教示。三，甲来祈祷，用你的教示，予阮活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天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世界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是你所建立。主啊，公平甲义理是你的宝座的地基，主爱甲诚实行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每日日因为你的名来欢喜，因为你的公义得到升官。主啊，因为你是我快乐的阳光，我们因为你的信实来得到坚固。主啊，在外在充满困苦甲艰难的时，我对世间找无帮衬，总是主啊，我永远无袂记得你的教示，因为你用这予我活，我是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为我找你的教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